魂引进木妖力是否天妙之境昭昭地灵，只要正好进入指挥能学会，只要先踢榜中再踢秀秀哦哦，正光由金牛传传，张董干阿魂巨人武兄不过不英雄盖地，不让敌军丢东川起义，再回塑胶，前日将将合璧，魂飞三龙，哦，江东前日夺得阿魂性命时，小魂龙胆，国中的小功教养，就为敌兵进步。机关进入，以后要接触相刀不休，以后失去了爱与包容，不平胸腹，意外的叫，红色天心进入。红色，哦，我的资金是。修得之前就是修得，将将东西一来，叫我这出去，因就令东修得开，修文会简单化上，只要最高经过分的人，那就将天下修得。金龟一木吧，哦，红子以草球刺身，以肉挥毫，我来拜盖恁的修魂。无论你有什么理由，英雄，你拢不能伤害。我都不敌我跟伊直接的关头，建立了坚固的关系。尤其是伊和我有不改之仇，是真吗？我的是红兄弟，啊！卖弄我之多吉，多吉。化解了你的修魂，再来就是化解我与他之修魂。我要修他为道，他开启真理之门。你的好人心，不可能！我不需要你的道，王子。我心胸一定小心酸症，我不兴趣回答你的问题，你可以选择走，我也要反对你留下来。你要留下来吗？我王子，再来是咱之间的问题，多吉，小青的气息。有消息了。为护体，你要躲掉凶猛、啊。